《爱的协奏曲》这首是由荷兰的一位当代作曲家 Jerko Jahan 所制作的，然后 这首它的风格是充满活力，所以呢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轻松很轻快，然后最后再由 慢板的回归使这件作品完美的结束。好，那一起来欣赏，那也来欢迎我们徐景怡徐教授。哎呦，这回答挺成熟的，你的父母亲应该对你还蛮放心的。